很好，本王不提了。但是，王妃救本王的事情，本王要怎么报答才好？你要干什么？本王要休息。不行，这张床现在都是我的。伤口已经包扎好了，但是还是要恢复，让太医再看一下。于浩，备马。王爷，你可回来了？听说你遇到刺客了？滚！是呀。滚开！你醒了。你骂人声音这么大。谁还能睡得着啊？放我下来吧。本王再也不会把你放开。王妃再也不要妄想从本王的身边逃走。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清心，伺候王妃沐浴。本王有事情，等一会儿就回来。是，请王爷放心。小谭，我刚才看你和王爷的情状与往日有所不同。你们昨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了？哎呀，哪有什么不同？是莫以怀派刺客，我这一天一夜都没睡好，还有那个臭莫连城，把我骗到什么温泉小屋去，明明都有安排了，还故意吓唬我。什么温泉小屋？你们小谭，你该不会是又和王爷那个一下？你这小脑袋瓜每天都想什么呢？我一天一夜都惊心动魄的，我哪还有时间想做那种事儿？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哎，对了，清心，你说莫以怀派刺客这事儿，要是让你家小姐知道了，她一定会很伤心吧？想想她原来也挺可怜的，都是我不好。你下次再见到你家小姐的时候，一定要替我向她道歉，让她原谅我。以后你别再和我闹别扭。小谭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小谭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你都不知道，这些日子你们闹别扭，真的是把我累死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以后我有好吃的。全都让给你吃，就当是对你的补偿了。嗯，真的？那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沐浴的东西，去吧。于浩，对，你去太医院，把王妃遇刺重伤，危在旦夕，记得，事情弄得越大越好。属下明白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静心呢？王妃这是害羞了。是个女人都会害羞，你啰嗦什么？你身上的每一寸肌肤，本王都很熟悉。你。你会装病吗？装病？我别的不会，装病请假，我最在行了。那好，
你陪本王演一出好戏，如何？王爷，王妃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可是没有病啊。王妃伤得这么重，你竟然说她没事？这……高太医，以你在太医院的资历，怎么会看不出来王妃重伤病危？是不是让你伤得跟王妃一样重，才明白本王的意思？臣不敢，臣不敢呐。那好，既然你都诊不出来，说明王妃伤势过重，是得了连你高太医也诊断不出来的重症。以后让我听到有关王妃伤势不重的传言，本王定找你算账。王爷放心，臣明白了。哎呀，王爷，现在看来呀，王妃是生命垂危呀，臣回去好好的调养，并把此事啊禀告给皇上和皇太后。有劳高太医了，静心，送太医。是，臣告辞。王爷，怎么样？我戏演的不错吧？这都是我装病偷懒练出来的。你呀，太过调皮了。本王刚刚差点笑出声了，以后收敛一些才好。王爷，王爷，十四爷到，来探望王妃的。真的，祥轩来了，我去看看。站住！让十四在书房等着。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他不准进来。是。娘。以后不许对本王以外的男人感兴趣。